梦见好多蛇。蛇在梦中一般代表性，很多蛇出现在梦中则一般是财运的象征。但不同的人梦到很多蛇所代表的意义又是不一样的。小孩梦见好多蛇，说明这段时间运气不太好，要注意不要太调皮，避免眼睛或者身体受伤。未婚者梦见家里出现好多蛇，于是你的恋情会成功，但要多为对方设想，避免我行我素。投资者梦见好多蛇，不论是花钱或投资都要小心谨慎，如果过于乐观，可能会把好不容易打下的基础毁掉。寻找工作者梦见好多蛇在追赶自己，说明你最近的工作干劲十足，有机会涉足新的工作领域。学生梦见好多蛇在追赶自己，则告诉你要有一份平和的心态，才能很好地处理好与老师同学的关系。如果梦见很多蟒蛇，说明你在爱情方面会有红色信号，这时如果某一方主动改变，将会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。女人梦见好多蟒蛇，则近期会万事如意，名利双收，但要避免得意忘形，过分骄傲。